打拳呢就唔係讲技巧，係讲心态。放心啦，我练成九场啦，我赢唔係靠运气嘅。叻仔啦，有冇听过手立啊？諗住搞一场泰国最强对香港最强嘅拳赛。我收到风去打死个人。呢个是教打拳的，但是当我输了之后，我发觉输人一点都不要紧，最紧要是赚钱。我那阵同仇立打就是为了跟拳馆，你又为了什么啊？杰仔没得罪你，为什么你要害我？